谢谢老板亮灯牌，咱们可以加入粉丝群啊，咱们可以把粉丝群加一下，就有时候买秀的活动啊，我们都会那个给大家发到群里面，让大家可以实时去了解到我们这个最近搞的这个买车活动啊。咱现在的话虽然说是淡季，但是我们淡季也是需要冲销量的，你这两天买车马上又到月底了，我们肯定会再冲一波销量的，所以说大家就抓紧这个时间过来，对不对啊？你看永远都是买车的好时机，五月初是车展嘛，车展的价格我们都给大家坚持到了5月15号嘛，车展嘛，对不对啊？然后马上又到那个月底了，我们再肯定是需要再冲一波销量的，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就是说点击下方小风车啊，趁这个月底来买车啊。很多 4S 店云起都是14.6万，那可能就是他们家那个新悦来了不冲销量了，我现在库存我少，对不对？我现在新悦来了库里可能就4-5台，我得慢慢卖，我得卖有利润的，是不是？所以说它可能价格比较贵一些，没有关系嘛，货比三家呀，哪家便宜咱就在哪家买呗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掉加关注啊。哪来的猪毛？你说我吗？你说我是猪啊？咋加让你也加？你不需要加，什么时候可以有特写？什么时候？我们把赞点到30000的时候，我们中午的时候吧，我们下午的时候吧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穷游的直播间啊！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你想14个带点，你来嘛！你不来咋能给你14个带点？对吧？你在网络上天天想这想那，不行啊！咱要付诸实际行动呀！就说我天天我想买这，我想买那，我最终我得付款呀！我付款了我才能有啊，是不是啊？你想换公司了，我没有换公司，但是店的名字，哎呀，你们不管了啊，都是一个店，虽然店的名字不一样啊，但都是一个体系的啊，都是一个体系的。反正我现在还是在卖吉利，反正你们想看的车子我都在卖啊，比之前还多卖了啊，比之前还多卖一些车型。之前卖博越了，但是你们想看博越酷，但是我之前卖不了博越酷，现在我卖博越酷了，好，车型卖的更加广泛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穷游的直播间，而且看车的位置呢，跟我们之前的位置是差不多的，前后距离100米啊。之前成宇嘛，对不对？之前是成宇在浐灞这边，然后我们这个思远宏图店也是在浐灞这边，两家店就隔100米啊。我们把这个赞点到15000啊，把这个赞点到15000。啥？陈宇的话，我是偶尔播呢，陈宇偶尔播一下。欢迎进入直播间，宝贝啊！可能陈宇的那些什么视频啊，我不会发到陈宇上面，我是发到这个思远宏图的这个账号上面的啊。15000，干嘛呢？10000的又想诓骗我，上回就骗我，上回其实点赞才5000，其实上回点赞才8000，然后你们跟我说点赞到13000了，我以为我直播有延时呢，点赞，我想着点赞可能也跟着延时，其实没有，间隔一个马路，确实是间隔一个马路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穷游的直播间啊。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小风车啊，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下播以后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想出来去算一下的啊。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这边啊，我在云起。老铁，你这云起咋能是这个内饰呢？云起是米棕色的呀，新悦来了呀，我现在坐的是博越来了呀啊，就咱们但凡看过车的应该都知道都知道自己想看那个车是什么颜色的，对不对啊？你这太离谱了，太离谱了！咱这个是博越L，棕博越L那个秋日原野棕啊，秋日原野棕的内饰，秋日原野棕。然后24款的博越L是一个4个字儿，我记不住，反正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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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但是呢，实际吧，就是那种浅灰色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博越酷啊，有点像那个博越酷的内饰啊。
那个颜色。新款现在有一个1000定金抵10000的一个现金优惠，就是现金优惠9000块钱，然后3年或者6万基础保养啊，3年或者6万公里基础保养，这个是24款的这个新权益啊，不然它那个更新的也比较多，尤其是车价，我们基本上吉利每次出新款的车型都不会让大家失望，尤其是这个车价，我们都是给大家往下压，对不对？你看同配置1.5的尊贵版。23款卖到指导价13万1千7，然后24款的指导价12万1千7，12万1千7便宜了，哎，12万5千7，便宜了6000啊，便宜了6000块钱嘛啊，所以说呢，大家那个可以了解了解啊，6000块钱购置税，6000购置税，我看能少多少？购置税少了500块钱，购置税少500块钱。你只在西安马路上见过实车，你只在西安马路上见过实车。这话我怎么说？我也在西安马路上见过星越 L 的实车，见的非常的多，银色和那个玄武灰这两个颜色见的多，白色我见的少。星越 L 白色我在路上见的少。来，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啊，然后跟主播去留下联系方式啊，然后下播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小小去算一下。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这边啊，店的名字叫思远宏图店啊，店的名字叫陕西思远宏图店，卖吉利新车啊，我们是 4S 店，正规 4S 店，西北什么什么大的旗舰店，所以说两个网的车型我们都有在售啊，除了银河没有啊。除了银河没有，其他的都是有的啊。除了银河没有，其他都是有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点击下方小风车预约一下。你们点小风车，那个小风车就转啊，就能转一下，好吧？就能冒那个什么，那个小星星那样的啊。没有加关注的宝贝，记得加个关注啊。咱们是每天都会准时开播啊。然后呢，带大家来什么了解我们这个吉利新车。所以说呢，最近有正在观望到我们这个新车的老铁呢，咱一定要点击下方小风车啊，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下播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小舅去算一下的啊，好吧，我们下午吧啊，点小风车啊，右下角的小风车啊，没有加关注的给娟娟加个关注，加个小关小注好不好，加个小关小注的啊，点小风车，然后去预约完之后呢，我下播去联系到你们啊，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呢，点击这个立即预约就 OK 了啊，点击立即预约啊，然后输入你们的11位幸运数字，然后或者那个啥私信我啊，后面私信我，点开主页私信我都可以啊，私信完了那个啥，我下播联系你们。人家看车，人家在看车，还不允许人家看车了啊！来，大家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亮灯牌吧，咱亮个灯牌行不行？我今天早上不知道咋回事，说话老是卡痰呢，嗓子不行了，今天早上一整整卡痰。再没亮灯牌的，再瞎起哄的，你不要别看了。我今天早上心情不好，我这两天心情都不好。你再瞎起哄，再不亮灯牌的啊，灯牌再不亮的，你咱就以后就别看了。犯困了一大早，我没困，困了我跟你说，困了我跟你说，我现在都那个啥，在直播间我跟你讲，我都不想说，都能把自己都能说着，说睡着。来，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然后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的啊。你感觉142000一定能买云起？这不敢跟你说一定，你到店里面来，对不对啊？我答应你了，万一我们政策有变化，
政策有变化，那咋整？是不是？你说我把你诓骗到店里面来，不给你这个价，我百口莫辩呀。怎么换成思远宏图了？我们店就叫这个思远宏图店呀，两个店呀，成语是成语，思远是思远呀，两个店呀，两个店呀啊，两个店不同的网嘛，既网 L 网嘛，成语店是既网嘛，然后我们思远宏图是 L 网嘛啊，思远宏图是 L 网。一样的啊，不管你是想看哪款车型，我都能给你看啊，你就不管了。就是没有你看不到的车，只有我们不卖的车啊。来，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要加关注啊。咱们是每天都会准时开播，我不知道下半年的价格，我只知道现在的价格。浐灞呢？对，我们是在浐灞啊，浐灞汽车主题公园里面啊，浐灞汽车主题公园里面，咱们有想买吉利汽车的宝贝。跟娟娟预约啊，我们汽车主题公园啥车都有。唉，国产的、日产的、德国的、美国的啊，都有啊。长风啥时候优惠27000？长风啥时候优惠27000？估计等不到长风优惠到27000吧，老铁。长风27000这个价格跟现在错多少？跟现在错，哎，我看一下啊，我的那个呢，我的那个表格呢，你看跟现在基本上错那个将近10000块钱呢。短时间内应该优惠不到27000了。我店里没有沃尔沃，我店里有吉利，你要不要？陈宇那个号你就取关了，可以，可以啊。天际能优惠31000，天际优惠不了31000。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加关注啊！咱们是每天都会准时开播，然后呢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家这个吉利新车的。所以说呢，最近有正在观望到我们这个新车的老板哈，咱一定要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然后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咱如果说是做按揭嘛，做按揭嘛，31000基本上可以谈。全款直接是弄不了，全款31000弄不了，咋回事？这个受邀没弄上，好了，谢谢老板们的关注啊！你也取关成语了，取关吧，取关吧。我经常，反正我经常是在这个账号开播的。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啊，然后跟主播去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就行啊。然后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的啊。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这边啊，东三环汽车浐灞主题公园里面。我们是11:40下播啊，这里还有点热，11点40下播啊，11:40下播。为啥取关成语？他们可能觉得我在成语直播的时间比较少吧，啊，在成语的直播时间比较少，在这个账号几乎是天天播的，因为主要这个是新号，现在目前的话主要负责把这个新号先运营起来嘛。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联系方式就行啊。然后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的啊。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哦，西安市灞桥区东三环汽车浐灞主题公园里面。咱们那个关注了娟娟宝贝的，咱们可以把那个视频那个作品点个赞行不行？尤其是第一个作品啊，不是我，你们都不想点赞了，但是是我发的耶，是我发的耶啊，咱就是说帮帮忙吧，咱们把那个作品第一个点赞，第一个点赞，然后那个赞上好不好？那个是我们店。那个是我们店的那个经理，哎，咱给个面子，咱那个啥，把那个赞点上，对不对？咱就是说
到店来，到店来这个粉丝宝贝找他买车，我给说一说，我说那粉丝宝贝都支持你的视频呢，对不对？你得给他多优惠一些哈，零赞，有点尴尬哈，给他点个赞嘛，不是给他点帮帮捐捐嘛，对不对？也是我的同事嘛，也是我的老，也是我的那个领导嘛啊，咱就是说，咱买车还得养，咱卖车对不对？还得仰仗人家呢，对不对？你点赞也其实也是在帮我，对不对？你在帮我也是在帮助你自己，你买车咱。就是说他让他给咱多优惠一点啊，不是你咱可不能点赞，那是我发的，是我发的，是我，是我，咱就点呗啊，找厂家能多优惠点不？其实并不能，厂家他的优惠呢也是跟我们普通人买车优惠是一样的啊，即使是厂家领导他要买吉利汽车，他还得按那个优惠政策去走啊，顶多给他个内部员工价呀，是不是啊？大家一定要点击下方四个小风车啊，然后呢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哈。陈宇那个号你八级粉丝灯牌。辛苦你了，辛苦你了，辛苦宝贝了啊，可惜了嘛，对不对？你别取关了呗，八级你取啥，别取了，对不对啊？林蛋咱不，咱可不能给他破了。点赞林蛋。林蛋也得点啊，我点了，我自己点了，我给大家说了半天，我自己都还没点赞呢，我点了，我破了林蛋，大家跟着我的节奏一起点赞，第一个视频点赞，对不对啊？欢迎新进直播间哥哥们啊，大家那个想看啥车型，咱都可以那个打在公屏上，然后下播以后呢，咱把这个落地价给你们去算一下的啊。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啊。西安市灞桥区东三环汽车厂坝主题公园里面，瞎起哄的我的那个啥，瞎起哄不亮灯牌的，我就那个啥了啊，踢出去了我啊。我自己都给自己亮灯牌了，大家一定要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哦。然后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的啊。店的位置在这个浐灞这边啊，浐灞汽车主题公园里面啊，在这个东三环这边啊，在东三环。想看车的老铁找不见位置的没关系，找不见位置的，那个下播之后我们加上绿泡泡，然后呢我给你发定位啊，我给你发定位都可以啊。咱们还想看哪款车型可以跟我说哟，可以跟我说哟，然后我带你们去看看哦，好吗？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家在售的车型啊，我们在售车型这个博越 L， 然后博越酷、缤越酷啊、缤越酷、缤瑞酷、新缤越，然后 icon 巧克力、新越 L、新锐，还有缤瑞酷。四代帝豪、帝豪雷神 Happy、 豪越 L、 豪越 Pro 啊，车非常多啊，车非常多，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行，然后下播以后呢我们把这个价格这一块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的啊，好吧。来，我教大家怎么留联系方式，点下方小风车，点小风车，点一下，我没点上。好，小风车点上之后，点击这个立即预约啊，咱点击立即预约就 OK 了，好吧？谢谢老板们的关注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锐嘛，这个是昆仑版的新锐啊，1.5T 的排量的，这个是白色的，颜色呢有彩青色，然后还有玄武灰啊，玄武灰都有啊，激光银都是有的，还有那个对基础颜色都是这样子啊。基础颜色还有黑色啊，还有黑色，但是我们这个 A 级轿车的话，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黑色，大家一般选这个白色就好了，一般选白色啊。昆仑有逍遥子吗？是什么意思？没有听懂啊，老铁，没有听懂你这个时尚的名词啊。来，咱这个是昆仑版的外观啊，它有运动外观套件的，18寸运动轮毂带红色卡钳。
倒车镜、自动折叠都是有的啊，都有的。然后黑色尾翼啊，黑色尾翼，四个排气孔都有的哈。咱就是说，你这个车子啊，车子那个啥，你一定要到店来体验啊，一定要到店，好，一定要到店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试乘试驾，然后看一下实车，对不对？虽然说我在直播间给大家看到的，在直播间看到的这个现车还是蛮真实的，比你在这个网看网图要真实的多，对不对？然后这再剩下就是到店来那个试乘试驾啊，感受一下它这个提速，然后呢，以及呢，咱们这个排量的大小，以及车机，对不对啊？车机用的是带银河系统的车机啊，没有紫色。智勤版有紫色，智勤版新越L智勤版有紫色吗？智勤版官网那个图片都是紫色呀，啊，天宫，呸，什么紫？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要加关注啊，咱们一定要点击下方这个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留联系方式的啊。然后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解的车型是我们的新锐昆仑版，咱们在直播间去约就能享受到我们直播间额外的现金优惠1000块钱，好不好？而且呢，我给大家讲，现在这个买新系列的车型现在降价了，而且呢，优惠券给大家给的特别多。这两天要买那个新越L的，赶紧过来，我教你们怎么去领取500块钱购车券啊。教你们领取500块钱购车券啊，就是零点一毛钱换取500块钱的现金优惠啊，一定要后台那个私信我，我教大家去领取啊。你领完之后，你看他那个券的截止日期，你在那个截止日期然后去提车就行了啊，就能用上啊，就能给你减掉的。来，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啊，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的啊。扶摇的那个昆仑价格，扶摇配置给你介绍一下，昆仑版指导价114700，现在昆仑版落地的话在11.4左右，昆仑版落地啊，11.4左右昆仑版落地哈。大家要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配置这一块的话，我给你说一下啊，就是给你说一下像不同的配置吧。咱们现在昆仑版，你看到它那个副驾多了电动座椅，副驾多电动座椅，然后那个全尺寸液晶仪表盘啊，全尺寸液晶仪表盘，然后整个外观的话，昆仑版是多了那个运动外观套件的，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再一个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哈。咱要买这个昆仑跟这个扶摇的话都可以，现在也就是说谈不上什么性价比，对不对啊？整个新锐的话，不管你买哪一款啊，不管你买哪一个配置，它都是有性价比的啊，都有性价比，好吗？昆仑版跟扶摇版我们都有给大家去做到360全景影像啊，360全景影像的哈。基本上都是这个差异吧，其他的倒没啥了，其他的就是整个外观内饰做工一模一样，包括这个座椅皮质皮感都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人在那个镜头后边啊。新锐 1.5 跟 2.0 哪个销量好？目前的话哈，哎，我的 Siri 怎么出来了？目前的话那是 1.5T 的销量。我跟你讲，原来上那个2.0的时候没有1.5，现在上1.5没有2.0，然后现在1.5出来的比较早了，然后2.0现在又今年可又刚出来，所以说目前的话是 1.5T 的销量要好一些， 1.5T 油耗才6.2升呀， 2.0T 的油耗那都达到7、8个左右了，对不对啊？7、8个左右哈。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成为的直播间，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行，然后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的啊，好吧。这个是咱们新锐的扶摇昆仑版啊，这是新锐昆仑版，大家能看到这个主副驾是不是都是有电动座椅的啊，主副驾电动座椅。论性价比啊，两个配置扶摇昆仑两个论性价比的话，我觉得那还是那个扶摇版的性价比要好一些啊，扶摇版。再一个就是扶摇版买的老板多一些啊，扶摇版销量要比这个昆仑版销量要好一些，因为现在咱们买车不就图一个什么性价比，是不是？不就图一个性价比，
你多花六千块钱干啥呢？多花六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对不对啊？而且呢，你多花六千块钱运动外观套件，你坐在车里面开车你看不见，除非下车的时候，上车下车的时候欣赏一下这个运动外观套件啊。然后嘛，咱们那个驾驶员能享受到就是一个全尺寸液晶仪表盘，副驾的电动座椅你能享受到，你享受不到呀啊。想买车太远了，没关系。那我之前有个粉丝，人家还从新疆喀什坐飞机啊，新疆喀什坐飞机过来找我买车呢，然后买完新车再直接把新车直接开回河南老家，离河南他老家离河南就400公里还是600公里，他就直接一口气开回家了。欢迎新进直播间宝贝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球友的直播间。扶摇和昆仑落差价落6000吗？差价也是落6000块钱，6000多了呀，因为两个车子它优惠是一样的呀，优惠是一样的呀，顶多就购置税差个几十块钱啊，保险呀什么的都一样的啊，保险挂牌按揭服务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下午几点开播？我们下午是2点开播啊，我们下午是2点开播，2点，早上是10点，早上10点啊，下午的2点啊，大家可以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啊，然后跟主播留联系方式，然后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好吗？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啊，西安市灞桥区东三环汽车产霸主题公园里面。大家最近有正在观望到我们这个自己新车的老铁，可以后台直接私信到主播好吧，然后我下播之后呢去联系到你们啊。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哦。我们还有个半个多小时我们就下播了啊。我是个女孩子，收一收咋收？那这样夹着做吗？扶摇是 3A 架构的吗？扶摇是 BMA 架构，扶摇版、昆仑版 1.5T 的是 BMA 架构打造出来的， 2.0 的才是 CMA 架构打造出来的啊， 2.0 才是 CMA 架构打造的。2.0 马力190匹啊， 2.0 的马力是190匹， 1.5T 的马力是181匹。错多少？错了9匹马力啊，错9匹马力。所以说咱们现在就买 1.5T 的就行了，主要就油耗低啊，省油。扶摇有没有电动座椅？扶摇主驾驶有电动座椅，扶摇主驾驶有电动座椅，副驾没有，副驾没有。谢谢老板的关注啊，感谢老板的关注啊，谢谢老板们的关注。我们店的名字是陕西思远宏图啊，卖吉利汽车的啊，咱可以看那个头像，对不对？看头像啊，就知道我们是卖啥车子的啊。我们是卖吉利车子的，有新越野也都有啊，新越野啊都有的哈。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的啊。店的地址啊，店的地址是在这个灞桥区这边啊，店的地址是在灞桥区。咱可以把想看的车型呢打在公屏上啊，或者说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都行，我下播之后呢去联系到你们啊，下播去给你们算价格。来，咱们一定要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啊，点击下方这个四色小风车，然后点击立即预约。我们一般在直播间给大家报的价格是不含那个置换补贴的价格，所以说这块呢大家放心在我直播间去了解价格，没有任何套路啊，没有任何套路的价格好不好，我都是比较真诚的，咱娟娟都是非常真诚的给大家去说这个价格的好吧，没有任何套路啊，没有任何套路好吧。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联系方式。这是新锐啊，这个只不过这个牌子没贴啊，这没贴那个名牌是不是，不像其他车型前面有贴的字儿，这个是哪款车型，这个没贴啊，这个是新锐啊，大家可以那个看一下，新锐白色。看呢，好了啊，我刚才调了一下这个亮度啊，咱们一定要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跟我预约的啊，你没有预约的话
你没预约，你买车找其他人，你找其他人你享受不了直播间优惠呀，对不对？你找其他人享受不了直播间优惠啊，所以说呢，一定要看，一定要预约啊，一定要动动发财的小手指，输入你们的十一位阿拉伯数字，对不对？你说你在这看了半天的直播，听了半天的优惠，你不在我直播间去预约，你下播了你找谁买去，对不对？你找谁享受到这个优惠？所以说咱们就是说看直播也要看得有意义，对不对啊？也要是有效率，对不对啊？一定要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啊，留下联系方式，对不对啊？然后买车的时候找我啊，点击下方小风车啊，然后跟主播去留十一位阿拉伯数字，或者后台私信我啊，然后我下播之后呢，我一对一的再去给你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新车的优惠，好不好？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啊，西安市灞桥区东三环汽车产灞主题公园里面。我们每天中午的两点啊，我们是每天中午的两点和这个早上的十点，我们都会准时开播。然后我马上就要一会儿就下播了，大概十一点半左右，十一点半哈，咱下播了啊，下播了，然后我就可以回复到你的信息，大概还有个23分钟啊，23分钟很快的哈。咱不会预约的老铁啊，咱不会预约的老铁，我再教一下哈，咱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就 OK， 点小风车一定要点小风车，然后立即预约的啊，好不好？或者呢，咱们点开主页嘛，我主页有那个私信的，点开主页那个私信啊，你看，你给我留言呗，你给我留言，然后我下播去联系到你们，好不好？或者说加入粉丝群，咱加入粉丝群，然后呢，咱们买车的活动我会实时发送到粉丝群里面的啊，你看那个加入群聊就 OK 了，好吧啊，这个是三个能联系到主播的方法，好吗啊？一定要就是发财小手指动一动，动起来啊！来，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要加关注啊！咱们是那个吉利卖吉利汽车的啊，车型多得很，新锐、新悦 L 都有的啊，新悦 L 智勤版、新锐 L 智勤版都有啊，什么带酷的都有啊，博越酷、缤越酷都是有的啊！你再瞎起哄，你还想不想看？你想看，你要瞎起哄，你就亮灯牌，你不亮灯牌你就别看了。咱们的福利只留给亮了灯牌的老铁看哈。欢迎新进直播间宝贝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车友的直播间哦。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就行啊。然后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去算一下哈。店的地址是在灞桥区啊，店的地址在灞桥区啊。咱这个灞桥区车子非常多，车型非常多，日系、美系、德系、法系，呵呵，都有啊。跑车、路特斯都有，对不对？路特斯，咱也是吉利的股份了啊。所以说，咱吉利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对不对啊？非常大。所以说大家就是买吉利买的安心，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对不对？售后呢都有保障，咱全国联保啊，咱吉利汽车是全国联保的，保不用怕，对不对啊？不要害怕哈。你们干啥呀？不跟我聊天了，不跟我聊天，看着看着多尴尬，30个人把我看着，有点尴尬了吧？咱们点击下方小风车啊，不说话，那咱们就行动起来，咱们当个行动派，咱们要点击下方小风车，留你们的联系方式啊，好不好？下播以后呢，你想看任意一款车型都可以，我给你发照片，给你发视频，对不对？然后再把这个什么按揭政策呀，再给你详细去算一下。不管是免息的，对不对？免息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我免息我能贷多少，我到底要首付多少，对不对？咱们免息现在首付的是40%，每款车型它首付都不一样啊，然后额度贷款额度都是不一样。新锐这个2年免息给到大家50,000的额度啊，新锐1.57给到大家50,000免息额度啊，好吧，这个是扶摇，那个是1.57的这样子啊。然后3年、4年、5年有利息的话，这得
下播给你详细去算，它有这个利率的啊，它有利率的。咱一定要点击下方小风车，然后跟主播留联系方式啊。这个车是新锐啊，新锐，这没有贴牌子，忘记贴牌子了啊。新锐，大家能看到这个车型啊，就能认出来是不是啊？车长4.78米，轴距2.8米，轴距2.8米啊。车长4.78米，轴距2.8米呀。A 加级轿车的价位，给大家 B 级车的空间 ，C 级车的配置。所以说大家还在犹豫啥？你就说10万、11万落地啊，10万多落地。新锐1.5，咱闭眼去入手国产车啊，好不好？现在国产车发展速度非常的快，对不对啊？而且的话，国产车主要就是咋说，性价比高，性价比高，然后各种配置都给大家做上，对不对啊？大家一定要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啊，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吧？然后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的啊。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这边啊。西安市灞桥区东三环汽车浐灞主题公园里面，好吗？然后这个是咱们新锐的昆仑版，这个是新锐的昆仑版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后排空间啊，看一下后排空间，然后大家再那个啥啊，那个了解了解。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贝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成运的直播间。不对，我们是思远宏图店。我们是思远宏图，怎么这个有点白？还没有，我说这个车，这个我们店是思远宏图店啊，我们店是思远宏图店。大家有想要了解这个车型，咱都是可以给主播打在公屏上。或者说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啊，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的啊。青云落地多少？哎呀，青云，你说新锐青云吗？我还一时愣住了。新锐青云版现在落地13.3万，13.3左右，青云版现在落地13.3左右啊，13.3。欢迎新进直播间宝贝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成运的直播间。咱就是说，不管你要啥价格，你得到店里面来啊。不管要啥价格，你得到店里面来，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去给领导申请价格，你看，老板又不在我跟前，又不在店里面，老板也没有也没有说是转个1000、2000的定金。我拿啥去给我们领导申请啊，对不对？领导可能也不会给我最终的实价，对不对？所以说呢，还得是买车，咱们得到店里面来啊，得到店里面来，好吧？得到店里面来，哪怕说你没有交定金，你人在店里面，咱也都能好申请价格。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咱那个一会儿就要下播了，所以说还没有跟主播留联系方式的宝贝，记得跟主播留联系方式啊。完了，我那个下播之后去联系到你们的啊，下播联系你们，好吧？我不想这样做，我想这样做，但是我坐不上去，这个太小了，把我卡住了。娟子福利上过了，1.5万的点赞都上过了，1.5万的点赞都上过了呀，啊，你看我们都要下播了呀，一般我们下播的话，大概就是点赞点到3万嘛，对不对？现在不用点赞了，不用点到3万，今天没有。卡一下看看质量，卡都卡不住，质量杠杠的，你放心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要加关注啊。你说车的质量还是指人的质量？卡不住，只能卡住一半儿，只能卡住一半儿，服了。大家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哦。这没有天窗，太矮了，轿车。
一把付，一把付也要交定金吗？一把付当然得交定金，交定金给你垫，给你那个啥呀，给你吊车呀，给你吊车呀，对不对？你肯定是要验车的嘛。我们车子在库房呀，你得选哪，你要啥颜色，对不对？然后呢，交个定金，我们那个车子它才能出库呀。你交定金你怕啥？你提车付款的时候就把定金减掉了嘛，付款的时候把定金再减掉就行了呀。来，欢迎新直播间老铁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城的直播，西安那个思远宏图啊，我们是思远宏图店，我们是思远宏图。你来救我，那快来呀，卡的不行了，坚持不住了啊，来。有没有没有预约的？有没有还没有预约的？没有预约的，赶紧跟我预约吧，好不好？预约一下啊。啥玩意儿？有房有车直接选就行，要交定金吗？这跟你有房有车没关系啊，哥呀。你去买房，你是不是也得交定金，然后完了人家才给你弄资料呀？一般定金都是20000嘛，买房一般定金都是20000起，人家可不管你有多少车，对不对啊？买车是一样的，管你有没有房，你得交定金呀，啊，你得交定金。来，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然后下播以后咱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你说库房，库房有啥车直接选就行，要交定金吗？对，得交呢。库房那么大，你要哪台车？你要哪台车，并不是说你把这台车直接开走就完了。车上有车架号，啊，我们公司都有流程的，那没有流程乱套了，对不对？你说谁看上到库房去选车，谁看上哪辆车直接开走，那就乱套了。我们是按车架号去排号的，要对应上啊，不是说你到库房是你看上哪款车你就开走啊。大家一定要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留联系方式啊。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你们详细去算一下的啊。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啊，西安市灞桥区。东三环汽车浐灞主题公园里面啊，哎呦天，当天能交车，当天能啊，当天能交车呀，当天早上都给你交车了。早上就说，就咋说，比如说现在我俩谈好了，你现在把定金交了，你在展厅等着就行，然后去库房给你吊车，吊完车把车给你洗一下，洗完了然后你去验车没毛病了，然后再交那个车款，是这样子啊，大概流程是这样子。欢迎新进直播间宝贝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城友的直播间。我们库房离这儿很近，但是夏天的话近也没用，近的话大太阳，你去看我估计你也不想去。我们库房是露天的库房，热得很。我们还有十分钟就下播了，就那个什么立交，不是官厅立交啊，就是东所那个立交，我不知道你对西安熟悉不熟悉，就那个右侧啊，那个桥下面就是我们的库房。当天上不了牌照，当天上不了牌照，啊，一般都是第二天要上牌照的，第二天上牌照，当天上不了。当天时间太紧张了，当天的话有可能合格证拿不到，合格证拿不到你没办法上牌儿。你要上牌要合格证原件，还有复印件啊。来，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联系方式哦。然后下播以后咱们把这个价格这一块给大家详细去算一算啊。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啊。西安市灞桥区东三环汽车浐灞主题公园里面啊。我们是卖吉利新车的，然后那个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那个店在卖的车子，店可以合格复弄复印件，反正你就不管了。你在我们店里买车，上牌需要的所有手续，我们销售顾问都会给你准备好，你直接带着手续就直接带着手续去办就得了。按揭的话，我们这边你在如果说选择到我们店里面上牌，这你就不管了，我们销售帮你去上就行了。你要自己上，人家销售顾问会把手续给你准备齐全的。我们店卖这个新锐 L 啊，新锐 L， 然后新锐 L， 新锐豪越 L， 豪越 Pro， 博越酷、缤越酷、icon 巧克力、博越 L、缤瑞酷、新缤越、缤越酷啊，那多得很呐，车子啊，我都数不清了，我们家卖的车子我都数不清了。欢迎新进直播间宝贝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球女直播间，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的啊。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西安市灞桥区东三环汽车浐灞主题公园里面啊。保险店里买，店里你这样相信这个正规 4S 店啊，正规 4S 店它都有哪些买车的这个服务呢？就是这个开票，对不对？肯定是开票，也有我们专门的财务去开票，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保险，对吧？我们有保险有平安人寿、大地呀、都有这个保险险。啊，你想出哪个哪个你就出哪个保险就行了啊。然后保养的话也是那个专门的 4S 店，对不对？吉利汽车专门保养吉利汽车的啊。咱师傅就是专门 4S 店去保养的话，基本上就是师傅对零部件比较清楚嘛，对吧啊？保养起来的话就是比较懂啊，所以说呢，大家那个可以预约保养嘛。预约保养的话，机电维修是打八折。购置税在手机上交，现在都是在那个什么支什么宝里面去搜索那个缴购置税的那个小程序，然后在那个上面交就 OK 了啊。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成语直播间。哎呀，这你放心呢，你买车该怎么做，对不对？我们的销售顾问，我们顾问的话都会给你那个弄好，给你就是说的非常详细的啊，就是每一项啊有啥不懂的，然后我们销售顾问会去给你解释的。现在买车还是放宽了，以前买车都还要暂住证呢。你像我2020年那会儿卖车啊，我2020年那会儿卖车都还要居住证呢，上牌照。外地买车尤其是按揭的啊，身份证是外地的，你得办暂住证才能去挂牌子，现在都不需要了。欢迎新进直播间宝贝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成语直播间，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下联系方式就行啊。下播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详细去算一下。现在这个买房条件也那个放宽了，买车条件也放宽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我也不知道咋说了。暂住证咋办呢？我没办过。我没有办过暂住证，你要暂住证干啥？现在一般不要暂住证吧。现在买房也不需要暂住证了呀。欢迎新进直播间老铁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安球友直播间啊。现在买车也不需要暂住证的呀，不需要办呀。就是总共刚隔会儿一吃饭就开始了。咱们一定要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啊，然后跟主播留你的联系方式，然后下播以后咱把这个
价格给大家小小去算一下，好吧？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啊，西安市灞桥区东三环汽车厂坝主题公园里面。咱们是每天早上的十点啊，每天早上的十点和中午的两点，我们都会准时开播。大家还想看哪款车型？点车啊，我大家说一下啊，新锐啦，然后那个新越L啦，豪越L啦，博越啊，然后新锐，新锐我说了两遍，然后缤瑞酷、博越酷啊，博越酷。哎呀，车多得很呀，我都想一想啊，新缤越、icon 巧克力、四代帝豪、帝豪雷神 HiP。八个车系嘛，八个车系啊，我们店换名字了，我们店没换名字。我们老板现在开两家店，我们现在成为西北旗舰店了，G 网 L 网车型都有，所以说你在直播间去预约，咱们享受到这个最终的落地价是非常的好的啊，非常的有优势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大家赶紧要点击下方小风车啊！如果说要买吉利汽车宝贝哈，或者说你刚在看，刚最近了解这个车子，对吧？准备买车了，那咱们可以把娟娟关注上啊，你抽个时间过来把我们吉利汽车给了解一下。吉利汽车那个实力也是比较强大的，对不对？几十年了啊，现在我们是造每个人的智能精品车，之前是造每个人买得起的车，现在我们从外观内饰都给大家去就是提升很大，尤其是车机这一块啊。就是说怎么哪都能看到娟娟，哪都能看到娟娟，那你可当我哪都有我。经常看我直播的，你不关注，反正我一直播我就给你推送过来了啊，是不是可烦了？哪都能见到我，哪都能见到我，说明咱的缘分还是比较深的。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跟主播去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咱们彼此一个机会，对不对啊？来点击立即预约哈，就 OK 了啊，给你一个买车享受低价的优惠，好不好？给我一个，给我一个能出单的机会，好不好啊？大家点击下方小风车，留下你们的十一位阿拉伯数字，或者呢，咱们点开主页啊，点开主页会有一个私信嘛，点开主页有个私信嘛，咱们那个点击私信就好了呀，点击私信我那个啥，回复你们啊。就平常我没有开播的情况下啊，大家刷到我们吉利汽，刷到我们思远，刷到我们这个账号了，咱也可以私信嘛，想买车的话，私信的话留言呀，对不对？我们这边都是人工去回复到你，都是我去回复到你的啊，就是我回复你们的哈，本人回复你们，然后呢想买车我这边去联系你们啊，好不好？进店可以先找我啊，进店先找我。来，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要加关注，那个啥露出来了，对呀，遮不住，露一点点，露了一点点。现在的衣服都没有袖子，现在的夏季衣服啊，就是裤子很长，然后袖子吧就没有。大家直接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啊，然后跟主播去留联系方式的啊，然后下播我们会把这个落地价格给大家去算一下的哈。店的位置是在这个西安市灞桥区啊，西安市灞桥区东三环汽车厂坝主题公园里面啊。哎，头发好硬呢，打的发胶，头发好硬呀。来，大家一定要点击下方小风车，然后跟主播去留联系方式的啊。然后我下播之后我联系你们啊，我下播联系你们的啊，我马上就下播了，大概还有个一两分钟我就下播了啊，所以说还没有留联系方式的赶快跟娟娟留联系方式喽。来，咱们点击下方四色小风车啊，你的虾再起哄的不亮灯牌的没得看，来，以后都没得看，我对你们还是太仁慈了。跟你讲，要谁要说在看啥，不亮灯牌的一律踢出直播间，以后都别看了。来，没有点关注呢，左上角要加关注啊。咱们是每天都会准时开播的啊，然后呢，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家这个吉利汽车的啊。早一点晚一点不亮灯牌想看福利的
直接踢出直播间。冰锐库有没有想了解的？冰锐库有没有想了解的啊？落地七万多八万多啊，落地七万多八万多。冰锐库1.57的排量啊，1.57的排量。马力181匹，百公里加速7.2秒，这不得了啊，这加速老快了啊。价格也便宜，对不对？两个版本，龙腾版跟冠军版啊。龙腾版和冠军版，我们买龙腾版吧，94800的指导价，现在落地8万出头落地啊，冠军版就7万多落地啊，咱就买龙腾版好吧，性价比高一些啊。我就下播了啊，咱就是说我就下播了，然后我们那个中午2点再开播啊，中午2点再开播，拜拜，拜拜，我们下播了，中午2点啊，记得不要错过了啊，咱们加关注之后呢，我开播我。开播基本上就能给你们推送过来的啊，拜拜哈。